其实为咱百姓来祈祷，向同款的主上帝，伫你好的安排，啊，予阮伫永福教会，啊，有阮伫四方，啊，甲阮同信的兄弟姊妹，啊，每一个礼拜日，啊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用虔诚、谦卑的心来侍奉主。愿你欢喜到咱阮今日日所侍奉、阮所献的。无论是阮唱诗歌，无论是阮啊交托你的话，还是阮奉献阮的金钱，愿阮的心心灵拢全然来归向你。啊，当阮安尼做的时，阮相信你就要将天顶的福气来赏赐予阮。啊，亲像伫赴约的时阵，你通过先知马拉基所讲的，啊，你要拍开天顶的窗啊，将福气来摒落予阮到。啊，无地躺下，啊，主，我用这款的信心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啊，恳求你，啊，听我的祈祷，同心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今日的牧师就用啊，活泼的人性啊，来甲咱分享今日的圣经章。啊，讲到伫这个活泼，啊，牧师今日要说啊，讲论的不是啊，伫。几年前啊，你讲的这个活世的这个预言哦，啊，迄时阵呢啊，伫这个民间内面有流行啊，讲某年某月某日啊，就是这个活世哦，啊，就是这个玛雅的这个活世的这个预言，拢是伫圣经内面呢啊，咧提到着这个啊，确实有提到着这个活世，啊是讲这个活世，啊是讲这个活期。伫今仔咱所读个《提摩太后书》三章一十到五节，有讲到着即个末世的即个讲论。末世呢是指即个现今的世界，既然是末日，表示讲有一个结束。即个世界呢，啊，虽然到今无论讲几千年、几万年人类的历史来讲，吼，总是犹原有一个结束的即个日子。虽然呢，即犹太将来者的时间，啊，其实呢，即个末世呢。啊！伫圣经的讲法，就是耶稣第一摆诞生的日子，就是耶稣出世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就啊启动啊开始这个末世。啊，上帝呢伫古早的时阵，通过圣先知有真侪摆用真侪这个方法啊来啊，甲当时的人甲伊讲，这个末世呢要照着伊的镜啊，互咱来知影。我世呢将会出现着啊未到的这个情形，甲这个危险啊，并且呢，伫新约的时代呢啊，已经渐渐啊有这个啊征兆哦。啊，我世呢也是讲这个末期呢，是指着呢福音呢要照着信徒的这个宣告来遍传伫天下，然后互人人拢悔改信主的机会。然后末期者来到，但是呢，这个时间点呢是无人知影，所以呢，咱也听着讲哦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甚至呢，搁某时哦，有个人真厉害哦，讲到甚至到连几点几分啊，都拢啊讲出来哦，那呢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啊，因为伊主要说呢，伊家己亲身啊，有对这个末世呢，伊家己有安尼这个参悟啦吼，伊讲呢。迄一日、迄个时阵呢，啊，无人知影哦，连人主嘛唔知影，独独只有天顶的天父上帝伊知影。所以呢，这个末世是已经开始啊，总是要到什么时阵，才迄个时间点才会到，是无人知影，只有独独天父上帝知影，因为这项代志是伫伊的这个啊掌管的这个内面。但是呢，啊，只有一个征兆呢，就天国的这个福音呢，爱遍传天的对万民做百姓，然后呢，末期才会来到。所以呢，伫这个末期的时阵呢，啊，唔是讲这个啊大自然的这个变化哦，啊是讲呢啊这个时间的这个结束啊，伫今仔咱所读圣经，伊有咧强调伫讲，伫迄个末世的时阵，人的性、人性到底是甚么款的标的？这个是末世的一个征兆，啊，这当中呢，拢总有讲到有十七项，啊，咱今日就一项一项来讲。
伫即个末世的即个人性的拢总有几项的即个表现啊。啊，而且呢，提摩太呢，特别呢受到即个保罗先生甲伊提醒的吼，讲伫即个末世的即个人性的伫教会呢，有的人呢，有即款的即个表现啊，你即顶好人呢，你就爱呢来相比吼，就爱相比伊吼。啊，甚至咧讲，唔通可以伫啊教会内面来有影响啊。啊，所以保罗爱提摩太来提高即个警觉啊，就是讲，遮个啊假冒伪善的人啊，唔通互遮个人来渗啊来即个渗透入来即个啊教会。啊，最近咧，我有听到一个堂工，啊伊咧讲讲啊。伊教会内面吼，较有一个就是讲来咱台湾定居的即个中国人，啊，甲牧师讲吼，伊吼伫即个伊的意象当中吼，啊，有听见咧耶稣甲伊讲话，耶稣甲伊显现安尼，啊，所以真感动，啊，伊想要洗礼，我想洗礼是一件好事，都是即个牧师咧，却真丢脸。啊，因为之前咧，伫即个美国嘅大学教会，因嘅教会咧，伫美国大部分咧都是华人嘅会友，伫当时咧有真侪嘅中国人嘛来到伫即、這个因所店嘅迄个城市，啊，然后咧嘛加入因嘅即个教会，啊，所以咧牧师咧，大学教会牧师咧真欢迎。讲啊，当然啦，即、這个咱要传播伊本地就无分伊是甚物款的种族的人，哦，无分甚物款国家的。啊，所以若是有中国人要加入教会，啊，伊非常的即个欢迎。啊，殊不知咧，啊，即个中国人的加入即个大学教会咧，愈来愈侪，甚至咧到有一个程度咧，人数超过咧原本的即个大学的遐个。无论是台湾人，还是讲华裔，还是讲其他的即个种族的，变成咱中国人第一间教会变成大多数。你开会完开会的时阵吼，即个中国人呢，真侪个人选择是接触也好，还是丢也好。未来时阵吼，甚至呢，就开始呢，伫教会内拢有影响力。无外久呢，因就伫会员开会内面提议讲吼，咱的教会爱改名。无叫叫做是大学，叫做是华府，安尼就通过啊。因为廿七位先毕业，啊，到无外久的时阵呢，教会整个的无论是即、這个团契啦，吼、是讲教会财务的，拢落入伫即个中国人的即个手中吼。啊，所以迄、那个牧师的教会啊，不得不爱离开一点教会，因为因为聘请呢对中国来的即、這个牧师。伫即个时代呢，有时阵呢，咱真歹去了解讲即、這个无道，伊或是讲即个第一代信徒伊甚物款的动机要加入即个教会。当然这是可能牧师的即个担忧啦。当然伫咱台湾呢，咁也无即款的即个经验啊。总是呢，若要要占一间教会吼，就是讲加入一间教会，爱对内内部来开始来产生吼。人愈来愈侪时，愈有影响，咱是到时握手了命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呢，伫即款的即个情形呢，咱兄弟姊妹，我想伊永远有疼心，来疼即个讲动机不良的人，希望伊家己教会了后呢，会当通过无论是牧师或是长执的即个好的影响，还是讲信仰的即个生命的见证，吼，我们改变遐。即、這个不良的即个动机，希望伫咱教会内面，当咱咧传福音的时阵，虽然咱有拄着即款的危险，总是我相信咱若有警醒的时阵，会通来相比即款的即、這个问题。伫当时的时候，迄、那个保罗先生甲即个提摩太即个年纪的传道者，因为教会无即款的即个问题。你讲有个人家入去教会呢，总是伊心术不正，啊，总是呢，伊符合着教会真侪法规，哪里伊要加入？保罗先生就把题目来讲，就爱看伊呢，有甚物款的即个表现，甚物款的即个性格，即个表现
来做判断。啊，所以就列出来拢总有啊十七种，还是讲即个十八种的即个人性的表面。啊，叫提摩太呢，你得爱细致来观察。用第一项呢，就是即、這个啊顾家己。啊，即、這个顾家己呢，就是只爱家己，啊，无上帝的即个心态哦，将家己来当作是即个上帝来看待。啊，若是甲兄弟姊妹即个相处呢，啊，只不过家看作是讲，伊要达到你的一个啊垫脚石。啊，顾家己就是讲，看别人呢是只有啊要互伊迈向一个目标啊的一个过程啊的一个即、這个啊，比如讲啊，伊要大的一个迄、那个啊物件。第二呢，啊，我即个人性呢，就是贪爱钱财。啊，我想这啊，真好来这个啊分辨的吼，贪爱钱财吼，啊，钱其实呢无甚物款好甲歹，钱是良心，看你怎样要来运用伊啊，然后一直得到这个过程吼，啊，保罗先生呢，伫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就安尼讲，讲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人若贪恋钱财，就必因又离开真理吼，用真济个苦楚将家己刺透。我想呢，这个贪财呢，会伤心啦吼，会伤心吼。啊，当然呢，啊，钱财呢，会通帮咱啊，济济人过啊，真好生活，会通帮咱教会呢，会发展真济事工。总是呢，若是贪恋这个钱财，那呢，无论对家己，还是对教会，啊，拢是啊，无好，拢是有损害。第三，把这个人性呢，讲到着夸口，啊，就是讲啊，偏方家己啊，碰碰。啊，甚至呢，啊，讲白贼吼，啊，是亲像伫即个啊夜市啊内面，啊，咧讲即个拍拳卖膏药，啊，咧乒乓家己的药啊偌灵好，其实呢，啊，拢是讲白贼啊，自夸。第四项的即、這个把即、這个人性就是啊狂傲，啊，到自夸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呢，唔定呢，啊，乒乓家己个欺负别人。啊，高估家己到底即、這个啊，欺笑即个地步啊。通过呢，啊，即个过程啊，或者是夸口，或者是啊，讲哦，啊，会造成即个人诶，即个妄动，就是呢，啊，侮辱上帝诶人。所以呢，人毋是一时诶冲动，则来啊，妄动上帝，那是出自夸口，出自狂傲诶即款诶心态。第六项就是违背父母吼，无友好父母吼，违背第十戒的这个第五戒吼。再来第七项，把这个人性就是忘恩背义吼。既然呢啊违背这个父母呢，所以呢，伊对于这个啊其他人的这个温情呢，伊当然嘛会忘恩背义吼。唔知影呢，通去感恩。第八啊，无性格。就是伊的行为顶面表现出这个啊无性格的这个啊行动。第九呢，就是无亲情。哦，既然啊无顾父母，然后呢嘛无顾这个温情来讲，那呢兄弟之情、夫妻之爱、亲子之亲，还是讲重要的这个历史，我想伊嘛拢无要紧。第十就是这个背约，还是讲这个无解怨，意思就是讲。咱若得罪着伊呢，啊，伊无法度来招笑嘛。我唔到别人一个地步呢，就是伊无爱甲伊和解吼，甚至呢无孝敬，无会代价来报仇，啊，往往就变成这是残忍吼。再来第十一，啊，就是即个诽谤，啊，散播谣言，啊，欺骗吧，啊。再来第十二呢，就是袂当即个啊约束家己，啊，我都控制家己的即个欲望。第十三。就是呢，残忍吼，啊，无人性啊。第十四就是无爱良心啊，就是无良心。第十五啊，就是未处未友吼，就是讲即个处未朋友啊，处未老师朋友的人。第十六就是呢，啊，执骗吼，就是任意妄为吼，就是啊，个人行家己的，照家己的意思来行。啊，第十七自高自大，最后一项就是爱运动不爱上。好，会通讲是十八项啦，啊，排档讲是十七项。对第一项到十七项，解浓缩起来就是啊，爱这个世界，不爱上。
伫旧年咧，咱有发生真济啊，互咱社会咧感觉啊真惊惊代志啦。啊，就是讲啊，对伫什么物件通食，啊，什么物件有问题咧，啊，大家人咧拢非常的即、這个啊惊的。啊，其中咧啊，互咱上痛心的就是讲，只要有关系的人咧，啊，讲话无算话，还是讲咧即个无信用。啊，是咱台湾的台湾人有一句上传神的话，叫做“无品”的，就是讲只有权有势人的，比一般人的搁较无品。啊，咱知影迄个品格品哦，是三个嘴合起来，意思讲咧，人啊吼，啊讲一摆、两摆、讲三摆咧，拢无照起工吼，啊说一套做一套的时阵，这个人叫做无品。啊，就是讲，咱通过伊的讲话，啊，甲看伊所做，然后咧，啊，讲一摆、两摆、三摆，啊，看伊的行动是毋是符合，那咧有符合的话，这个人就有品。啊，伫去年咧，有一个这个冠牌行业慈善基金会，啊，来到伫洛杉矶都到病院，啊，有一挂即个啊，在地即个表演啊。啊，其中咧有一个姊妹咧，啊，当即个活动结束了后，啊，即、這个姊妹讲。甲牧师讲，安尼，因为伊要倒转去台北，阁有一段时间，啊，所以讲，啊，要去彰滨工业区看卖。讲诶，彰滨工业区内面咧有真济只哦出名诶厂商，啊，亲像即个台湾玻璃博物馆，啊，台玻，啊，然后阁有即个白兰氏基金博物馆，然后阁有即个啥物啊缎带博物馆。啊，讲了话咧是，伊甲牧师问讲，诶，啊，你敢知影咧？伫迄个彰滨工业区，有一间真出名诶公司。叫做大通，我唔知影咧。啊，伊讲咧，大通咧，就是伫彰滨工业区内面，啊，伊想要去看卖安尼吼。啊，伊旧年咧，即个大通一间公司真出名吼，伊就是即、這个卖即、這个黑心油的即个公司。啊，所以旧年咧，咱看见物件是即个沙发油问题吼，啊，甚至咧连鱼米吼，即、這个咱较有年岁啦吼，即、這个鱼米咧。是一间真老牌、佮真有信用的这个公司呢，伊的这个啊泡芙呢，的原料竟然嘛是过期。啊，这个大通的这个啊卖这个黑心油的代志呢，是怎样来产生？就是讲呢，伊将这个西班牙进口的这个橄榄渣，吼、啊，就是讲这個、第一摆呢所做出来的橄榄油呢，啊，伊了这个残渣吼，伊佮摕。啊，买来咱台湾阁过第二届的即个炼油关的吼。当然咧，第二摆即个橄榄渣咧，你阁甲炼的，毋是袂当食，总是咧迄、那个啊过程咧非常的即个高价。啊，通常咧，你若讲要将即个残渣吼做俗的吼，啊，因为是人咧做肥料，啊，你要来甲炼做橄榄油是可以的吼。但是其实你若要照起工来讲吼，倒不如吼，你着去买吼青的橄榄来炼油，安尼较实在。因为你若要用遐迄、那个，啊，要甲人家讲迄个啊，真正的这个啊，清气啊，佫无毒的时候，迄、那个成本佫比这个炼第一摆干青的橄榄呢，佫较贵安尼。啊，因为呢，你为了要熟的时阵，所以这个啊，提炼的过程呢，你着爱呢啊，该省略真济只的迄、那个啊，轻数吼，然后呢，你只来通啊，到迄个成本啊，只来通来赚钱。啊，总是因为这个关系。所以若是啊，无照起工来练的时阵，其实呢，啊，这个橄榄油呢就有这个啊必然的这个危险。所以伫这个欧美的国家呢，这个橄榄渣呢是通常咯，无去再来练这个橄榄油哦，拢当做这个肥料，啊，无就是做这个啊堆肥的概念。啊，总是呢，大通呢就袂见物件，然后呢，都袂有这个定心甲这个服贸。啊，这个定心这个集团呢。啊，因的董事长呢，啊是即、這个咱台湾 GMP 的即个协会的一个理事长。啊，当伫遮代志的时阵呢，啊有一届伫即个 GMP 的品质提升的即个颁奖的即个活动呢，啊有记者来问了吼，问讲呢，啊到底呢，啊要怎样呢提升即、這个啊 GMP 啊的吼，咱台湾的即、這个啊食品吼，啊伊就讲呢，啊伊。用一句话对联吼，啊来讲这个，要怎样来提升这个品质？啊，伊正手柄是啥？啊，修和无人见；啊，倒手柄是讲存心有天子。意思讲吼，要提升品质，要有这个食品安全呢，就爱呢，啊，就爱亲像咧修道同款。好，
啊，真虔诚的修道。啊，虽然呢无人看见呢，总是呢啊，天顶啊，天公会知影。啊，伊就问在场的这个记者讲，哪呢呢？啊，这个横批是啥物？啊，记者呢答袂出来，伊就讲这个用心。啊，伊第三小弟呢是秘传的这个董事长哦。啊，过无外久呢，伊嘛接续安尼讲讲哦。食品是良心的事业，应该就爱啊，老人囡仔呢，拢无欺骗的，才对的去对这些消费者哦。啊，伊佫继续讲，我食品是老实人做的生意哦，无这款的信念，就无应该这个经营哦。因为这呢，食品关系到咱国民的健康。啊，这个是这个啊，无论是鼎新集团，无论是美传，或者啊，所有的这有权有势人。因所讲的话，总是呢，啊，当因兄弟仔呢，啊，接续讲这话了后，啊，无外久呢，就去互踢爆，是因卖的油呢是黑心的，啊，沙拉油啊，讲黑心的这个啊橄榄油，啊，那套回去呢，咱的总统思想呢，这个讲法讲哦，这个不叫没良心，那什么才叫没良心？其实呢，有官有势啦。其实呢，因伫社会有真大即个影响力。当然，若是因所讲的话，甲所因所行的代志，若无符合时，咱一般老百姓是来真可怜。啊，咱无论是咱食的、咱穿的、咱用的呢，啊，拢是伫人的即个白贼的下面呢。啊，咱用搁较悬的价钱啊去买这物件，并且食了的时阵搁袂安心，啊，搁有危险。所以即个去年的即个网络呢，最夯的这个枯手呢，啊，安尼写到了讲，什么是黑心食品？就是讲，啊，葡萄酒没葡萄，米酒没米，花生油没花生，橄榄油没橄榄，芒果干没芒果。原来呢，这个酸干哦，啊，无用酸啊做哦，用这个腐朽规则。然后讲，红奶酥内面无红奶。我嘛感觉足奇怪，其实王来说不必用王来做，伊用冬瓜去甲做，啊，只不过套一寡即个香料，互伊食起来，那亲像即个王来说啊。啊，讲葱油饼没葱，当然呢，婴儿油来没婴儿。所以有人咧讲啊，讲我怪呢，伫当时呢，啊，咱台湾的总统府内面啊，嘛无总统。啊，有一个良心的即个做导游的即个业者就讲，你若去超市咧买豆油。那是买迄个小瓶装的六百毛的吼，伊讲咯，那是定价是50块以下吼，你都唔通买。如果吼，这是有良心的这个业者安尼讲，讲吼，那是600cc 的这个豆油吼，那是用这个正传统的这个酿造方法吼，成本吼，因家己讲工厂的成本就超过50块。啊，所以呢，这款豆油是呢，伊竟然当卖50块以下，伊讲吼，你叫化学豆油，你都唔通买。啊，其实呢，伫啊，咱看起讲去年有遐侪代志，以及到今年有真侪遮个社会事件，其实我感觉迄个症结就是讲，在上位的人有官有势人，讲话无算，无信用，哦，还是讲呢无品。啊，偏偏呢啊，甲百姓安尼讲，都是跳票了后，搁要硬凹。他说，这也是咱台湾人的这个悲哀啊。啊，其他呢？啊，咱伫教会内面，啊，特别是啊，伫教会内面，啊，伫领导者教会，无论是牧师啊、长执，啊，就爱呢，啊，今仔咱所读的这个圣经，伊这个话，这个面上有真侪项，啊，其中有几项，咱特别爱注意，是不是讲话有尊称，哦，讲话圣话，啊，讲话有信用，哦，有这个啊，这个啊，保罗先生所讲的这个话，这个印象，啊，希望。啊，咱面对这个局势的时阵，啊，迄个时间点，唔知啊，总是呢，咱会当对哩济济人因的这个性格表现，咱就知影讲，啊，这真正是环境。啊，环境是我咱，无论伫咱的家庭、咱的教会、咱的社会，还是讲啊，伊啊，伫从事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公司行号，啊，无咱拢有当照保罗先生甲咱讲的，啊，咱无有法的这个无好的这个人性，啊，用性情来锻炼咱。啊，互咱伫咱的言行举止，甲咱的行动，来当符合着咱的信用，来帮助来释放咱的三个来记得。听台湾的主上帝，
当阮进入圣经内面所讲的活期活世的时阵，愿主你来帮助阮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伫个灵苦境内面，个人主你的圣神的带领甲保守。互阮所讲的话，甲阮所行的是符合的，也阮所表现出来，个人人应当主的名，恳求主你来祝福阮的家庭，来祝福阮大人心心灵拢得到健康、平安甲喜乐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名，阿门。